公事谁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好茶人人爱喝，但种茶要做到全部有机栽培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人甚至为此搞到家庭几乎破碎。他们该如何坚持下去呢？今天我们就来到南投拜访一个尝试用友善土地的方式种茶的家庭。张浩言，28岁，喜好阅读和运动，目前从事茶园栽植工作。像我们这地方有竹林啊，所以蚊子很多，你不配蚊香的话其实就是被蚊子叮到炸裂。像屁股像有没有像萤火虫一样。浩言想邀请的来宾是林长寿、翟本桥、翟神、张君宁。姐姐张怡璇31岁，在台中从事电子制造业工作，个性相当低调，不方便参与拍摄。妹妹张静彤27岁，从事颅荐骨平衡工作，是全家人沟通的桥梁。如果你有就是睡眠障碍啊，各方面的就很适合就是做这种放松。静彤想邀请的来宾是我想找王大陆徐伟宁。爸爸张恒成62岁，茶园创办人，4年前中风后就在家休息复健。他会想邀请哪位来宾呢？赖伞啊。赖伞。妈妈林桂春59岁，是这个家的重要支柱，一路扶持恒成打点茶园事业。第二口气的时候最标准。桂春想邀请的来宾是我想找黄姨吴念真先生。今天的嘉宾会是谁呢？在他上门前，我们先来听听张家人的故事吧。在一片绿油油的茶园中，28岁的张浩言正在汗流浃背地割着草。这片茶园是浩言以自然农法栽植的茶园。这个杂草它其实本来就是生态系的一环，然后他们会用拔的，就是一直把它拔干净。我只是把这个杂草稍微从根部割掉。别看浩言似乎乐在其中，2年多前这片茶园曾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浩言的家族在竹山定居已经有100-200年了，早期家族一直以栽种竹林为生。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大概可能有7-8代，阿祖，对，有点绕口令。对，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屯垦了。早年浩言全家住在山上的竹林中，栽种槟榔、柚子等经济作物，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那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一种闽南式的一条生的建筑。那一条生就是它中间这个是正厅，公妈就彩礼家，那另外就是一间一户啦。这间是以前很早的时候，小时候就是我们都睡这里。对啊，小时候我们这里就是跟妈妈住，啊爸爸就睡另外那一间。对。山上的生活很简单，但是也很惬意。以前在山上其实蛮快乐，蛮快乐的啦。虽然说物质不丰富，我妈那时候跟我讲啊，以前就是在山上这个地方，一个月一家五口的开销只要3000块钱。对，然后那个。菜饭、鱼饭上来一次买，然后可能就是吃2周这样子。对，啊，小时候最幸福的回忆是面包车。对，面包车，面包车上来，然后我就会跟我爸要10块去买面包。有时候有，有时候没买，对不对？对。爸爸恒成早年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原本准备报考中医，却因为无意中听到有机农作的理念，心里非常向往。再加上当时政府正开始推动有机农耕，恒成便毅然决定投入有机茶的栽植工作。那时候我们有那么大的土地，而且都是原始森林，为什么我们不来把它做有机农业做做看？我说不要去想那个啦，他就不听我劝啊，就这样子一夕之间转行就转行。桂春是中药店的老板千金。虽然不赞成恒成投入有机栽植，但在开垦茶园的过程中却也帮了最大的忙。那时候他还在教书，B片完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开垦，我带个3个小孩子，3个小孩子都在产业道路那边玩，这样子
四点半了，盼到暗时啊，那五六点啊呢。恒成还听从当时其实还不成熟的专家意见，用传统的思维做有机农业，撒了太多肥料，却又把草除得太干净，让食肉昆虫没有赖以为生的栖地。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害虫大量繁殖，使得茶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前五年几乎完全没有收成，甚至需靠借贷度日，当然也顾不上孩子的身心发展。我叫他说不要再做，你重新评估有机农业真的是可以做吗？他就是答案就是肯定的，一定要做啊。啊，现在人家说你是神经病啊，当初如果没有神经病的爱迪生，你现在有电可用了，他就跟你讲这样子。要靠妈妈去换现金，妈妈要去采茶，那所以家里基本上都没大人在，就是感觉就是回来就妈妈脾气很暴躁，打小孩，对，打小孩，打一打生气了，连爸爸一起打。就是用那个秀谁啊？对，秀谁啊？原本一起投入种有机茶的几位朋友都因为技术和体力问题难以突破而相继放弃，只有恒成坚持做下去。沉重的经济压力让原本幸福的家渐渐失去了温暖。妈妈为了小孩子的教育问题，所以就坚持迁到镇上，然后要为了要好的环境呢，又贷款买了房子。对，然后开始贷款以后就觉得家里没钱。对，那段时间就是觉得家里争执最多的时候，也觉得家最不温暖的时候。对，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家里很不幸。偏乡贫农之子的窘境让浩言兄妹只想赶快离家北上发展。那时候觉得好像每天都在拔草，这种日子太苦了，然后再加上怕被蛇咬，我就下定决心我不要回来，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去当都市人。对。后来附近大学的教授指点恒成，肥料要少用一点，草要少除一点，茶叶产量才渐渐出来。再经过有心人士的帮忙收购，家里才有了收入。虽然家里的经济渐渐好转，浩言兄妹却仍想逃离家乡。后来浩言考上了台大农化系，让他可以在台北住下。妹妹静彤也考上台北的淡江国贸系，开始了她一心向往的都市人生活。毕业后则转而从事美容媒体及身心灵疗愈工作。大学毕业后，浩言又以榜首考上台大农化所。他每天待在实验室努力研究，一心想在研究所毕业后出国留学，没想到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其实前一天我们也是熬夜做实验啊，回到宿舍也是很累，因为12点了也不会特别是打电话，手机就把它关机哦。第二天那个手机一打开之后，就一堆那个未接来电嘛，然后就想说发生什么事了这样，那打回去我姐接的。然后我姐就讲了一句话说爸爸中风，现在在医院开刀。那我那时候我想说你该跟我开玩笑吗？就明天吼宽宽的就直接冲到南部冲回家。对啊，那等到医院的时候，我爸就已经从刀房被推出来了，然后就是插满了管子啊。可是从那一天之后就突然就是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家是很容易就失去的。对，我记得我那一天在医院就晚上一直哭。爸爸中风这件事竟让浩言和父母间的关系产生了戏剧般的变化。就是以前是3个月打电话回家一次那一种，然后从那时候就变成一天就是打电话打给我妈打3次这样子。他照三餐打，有时候11点多了电话还响，你干嘛这么晚还打电话？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睡不着觉，还是怎么样？他就是很怕说我们万一有怎么样不知道这样子。原本想逃离家乡的浩言，竟然开始认真思索着返乡的可能性。不忍心让爸爸多年来的心血就此归零，浩言甚至考虑接手爸爸的茶园。你有一种就是说好像家要塌了的那种感觉，就是说爸爸现在撑不了嘛，就换你要把它撑起来。一个一个条件出来分析，又有很多让我犹豫的点，所以就其实从爸爸病发到我真的回去这段时间，我拖了大概2年。
再三考量后，浩言决定辞去台北的学术工作，放下自己的留学梦，回到南投来陪伴双亲。那当然，小孩子的这份孝心，我也不敢跟他排斥的，也不敢跟他说反对，但是就很舍不得。就你本来有更好的发展啊，干嘛你要回来做农业这样子？面对着几乎全部荒芜的茶园，浩言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然后过年就提了两大袋，就啪，哥，我刚才帮你买衣服哦。结果你看，这衣服这么大。穿起来跟橡皮一样。为什么妹妹会买那么大 size 的衣服给哥哥呢？别走开，下段更精彩。救一下我吧！我求你们帮我救一下我吧！他虽然留在上海，可是他的心早已经跟着你回去台湾。你觉得痛苦吗？我生了还来这种地方上班？这一切都是命。钱就了不起了，你真有本事啊，找凯子买洋楼啊！我们休假，盖到底没一个月就暴毙死掉澳洲的呢。董司令，怎么了？哎，搞什么啊？周六晚间九点，孤恋华。公视大展精选，详情请上公视官网。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每个人默默地尽自己的责任，只为成就更大的快乐。今年我们将发掘这些小亮点，成就大幸福。感动九九站微光全国影片校园甄选活动，除了99秒短片外，首次新增微电影长片，欢迎各级学校学生参与，角逐最高奖金150,000元，详情请上官网。我终于呢下定决心，一定要跟他们当面说清楚，说不要再来，你要迈过来啊。后来他放的第一首歌就是当当当当，可是你听到他旋律唱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就默默走到那个门口关门，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拿给别人听？他说有可是别人都不听。晚上8点，公共电视13频道，音乐万万岁3。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从台大农化所毕业后返乡继承爸爸茶园的浩言。因为父亲已卧病数年，浩言刚回来时，茶园几乎已成为一片荒地。荒地就是那个杂草这么高。那个茶树啊，因为过度施肥的关系，都生病，大概2/3全部都死亡。为了不让父亲20年的心血白费，对农事非常陌生的浩言，硬着头皮一点一滴地重新整理茶园。然而因为手头资金不足，找不到工人帮忙，所有工作几乎都由浩言一手包办。大量体力劳动的辛劳和梅雨季节杂草暴涨所带来的问题，曾经让浩言相当沮丧。这草会长到就完全都看不到那个茶树，尤其是茶树还小的时候，你根本不敢割，你刀子一过去啊，啪嚓就断了。我砍死了很多茶哦，那段时间啊，常常想要放，因为它就是孤单、累，然后看不到成果。然后回去的时候都跟妈妈吵架，那妈妈就说你等你带包，你卖底下做事。其实我只是想要有人就是听我说话而已，然后就讲一讲说哦，现在很辛苦啊，然后摸摸头，这样就没事了。可是妈妈知道吗？妈妈就是很爱念啊，那我的心就更硬啊，我就想说你哪样在恭维，所以我就嘴再顶回去啊，讲哎，我拢是为着恁回来呢，然后袂见做好啊，安尼餐厅都卖走，该卖卖掉啊。
从台大农化所毕业的浩言，曾经跟着国内的土壤调查权威做研究，跑遍全台湾做土壤调查。某一天，他偶然用相同的方法调查自家茶园，钻起茶树下30公分厚厚一层黑沃土时，才惊讶地发现爸爸20年来的心血赫然在眼前。像这个啊，其实就是它的土壤的一个状况维持得很好，都非常的松软，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有机质啊。这个地方的土壤的母质，它是属于沙岩，好沙叶岩的一个土壤。那沙叶岩风化的土壤，它是黄黄的，那比较没那么多有机质。可是这边一整片都是黑的，而且它的厚度就是有30公分，就是所谓的耕犁层，这整层都是蛮黑的土壤。那时候看到会很感动，因为那是人力造成。从这些富含有机质的肥沃黑土中，浩言看到了爸爸往日努力的轨迹。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爸爸他就是扛着肥料不断的施洒，量有多少呢？哎，我们那时候算了一下，可能每一年至少少要200-300包，多要500-600包，这样连续施了10几年。那我们那一包肥料都是25公斤到30公斤的，像我自己在施的时候，我常常扛大概20-30包，我就受不了，就是说哦，觉得哦太重了。你就想到那个有机质在一趴，要多少才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他做的事情不见得正确，但是你会很感动。就在这一刻，浩言从前对于爸爸投入有机栽种，而使全家生活陷入贫困的不满，终于烟消云散了。他更加坚定了想把爸爸的心血延续下去的决心。因为接手了这些东西之后，才发现以前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包括那个什么叫做对大地的爱，什么叫做对全体社会的爱，以前我是不懂的，就是在那个一行跟一行之间啊，然后在拔草的那个时候，还有在触摸到那个土壤的时候，你慢慢的会懂。但不是说我很喜欢那种很累的感觉啦，真的很累，超累的。幸好偶尔会出现可爱的小帮手。这一天，妹妹竟同大老远从台北跑回南投，到茶园来帮忙哥哥拔草。你这个装备很齐全啊，就是不想变黑啊，所以才可以回台北都是白白的。你还有魔方塞吗？有，然后会变这样，请工人请不到啊，只好用妹妹。你那个草啊，割下来之后再把它铺回去啊。哦啊，小心你那只茶啊，不要割掉啊。不错啦，我妹小时候做过，她还分得出来哪个是茶，哪个是草。真的。对，因为大部分人是分不出来的。拔杂草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对，可以流很多汗。看到这么多杂草，就很想要消灭它。没有，她一开始跟我讲说，哥，我要减肥。对。他说：“我觉得你这个是最好的。”哎呦，没有啊，最主要也是想陪我哥啦，真的只是偶尔才陪陪他而已，不然他一个人好可怜，都只能跟草讲话。还有带朋友来啊，看可不可以有个女生爱上他。静彤还会身兼摄影师加粉丝团小编，帮哥哥拍照、po文传到粉丝团，希望能让哥哥的努力被更多人看到。看我哥的背影，很像看我爸的背影。这长得超像的啊！哎哥，等一下。而浩言偶尔北上办事时，也会顺便去看看在台北工作的妹妹。你这样是舒服的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如果你有就是睡眠障碍啊，各方面的就很适合，就是做这种放松。静彤除了会替浩言做颅间骨平衡、疏解压力之外，也会趁机帮哥哥算算塔罗牌。我的宗教信仰就是佛法是不鼓励人家算命的。我们被教育说不应该去算命。我只是希望就是你算完塔罗牌可以趋吉避凶嘛，看到好运来了赶快接住啊，如果遇到不好的事情就闪开。这个理由就勉强可以接受。好厉害哦！你想问什么？我不知道问什么哎，你觉得我应该问什么？桃花运势。桃花。妈妈最关心的，这张牌
正位的话呢，叫做施比受有福；拿逆位叫做打重脸充胖子。所以代表着其实你是有喜欢的人，可是你选错对象了。建议牌出现的叫做国王牌，所以代表着你要事业有成了，建议你要先把你事业巩固了，跟我之前算的一样，事业巩固了，你的桃花才会开。嗯，你看这不需要算，你知道吗？就是说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你没有经济实力的时候，然后你谈这些东西都是空的。而且你喜欢的人应该现在感情很融洽的兄妹，在爸爸投入有机茶栽植后，曾经因为家里变穷，兄妹间争吵不断。有一次我爸就是存折放在桌子上，然后我拿起来一看，3000块。家里小时候就很穷。对，那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吓到了，其实真的我有一种家快要崩解的感觉。真的很穷，哎呦，这样有点难过。就是我们家小时候真的穷到，就是我觉得跟我同年级的人都很难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就会变成长大以后，我就会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很有钱啊。所以我从国小就很爱出去偷打工。嗯，以前都不爱读书，然后国中最后一年猫起来读。对，嗯，啊，我也是，我也是国中最后一年猫起来读，然后为了要考上台中女中。对对对，真的就是觉得好像读了名校就会一帆风顺，就会人生就不一样，人生就会不一样。当然后来证明这是幻想，后来证明这是美梦。对，人生还是一样。对。爸爸中风后，全家人竟然很自然地团结起来，兄妹也才逐渐恢复小时候的情谊。他以前就是不太爱家庭，但是现在就是说，他只要回去的话，他一定尽可能陪在爸爸妈妈身边。这个是看到很大的一个改变，然后心也变得很柔软。在我爸生病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原来我想要的是家人。那我一直追求了金钱，但是到最后发现，在我爸生病那一刻，我很后悔，原来我错过他好几年，我不知道他原来他老了，就是真的是跟家人变好以后，我发现我的生命真的超大的转化，看事情的态度跟赚钱的态度也都不一样，然后发现留在自己身上的钱就更多了。重视内在修养胜过外在的浩言，经常告诫漂亮的妹妹，未来择偶时千万不要太在意外表。你知道吗？人哦，人是一种气质，气质。那对，承许他气质越来越好，那外貌 OK 就好。对，就是什么，那句话叫什么？以色侍什么？以色侍人。对，色衰而爱弛，是吧？就我们老师就讲说，哈，女子要取财不取取德不取貌，啊，常常这样子耳提面命，嗯，对，所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做脸呐，啊，他昨天还要帮我做脸，我想说，我不能啦，买啦，拜托我也买，18个粉刺嘛。而总是打扮得像个小公主的静彤，则担心哥哥因为不修边幅而交不到女朋友，他经常大把大把的用辛苦赚来的钱买名牌衣服给哥哥穿。这边都还没拆封，没有错，所以你不要再买了。我不是一次买的。我妹很爱帮我买衣服嘛，然后在去年吧，然后过年她就提了2大袋，她就啪，哥，我刚刚帮你买衣服哦，她忘了剪标啊，那我就一个一个把那标签拿起来，对，对，加一加花了20000多，我就觉得说啊，花20000多哦，然后就反正好啦，你那个钱花了就拿起来穿啦，结果你看，这衣服这么大，这穿起来跟橡皮一样。为什么妹妹会买那么大 size 的衣服给哥哥呢？她说她有带 model 去，我问她说 model 多高，她说 model 180，我说拜托，我才168而已，你给我买180的衣服。以前因为忙碌及种种原因，全家人很少一起吃饭，而现在妹妹回家时全家团聚吃饭，成了大家最期待的事。哦，他们回来的话，我会准备他们比较喜欢吃的，他们最喜欢吃的那麻竹笋都。那个豆皮。那么这家人会想邀请哪些来宾呢？嗯，延长寿，然后觉得很佩服他，可以放下身段去做很多的事情。我想找王大陆，因为所有少女都想要跟他吃一顿饭啊。那还有翟本桥，翟神，对，因为我是乡民。翟本桥他讲话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他是经过思考的，然后他
做很多决策，他会反省自己。对，徐伟宁，因为他的演技真的很好啊，梦幻大嫂，张钧甯，他的痞子英雄，然后我喜欢他演的蓝希英，就单纯喜欢他的演技。爸爸妈妈又会想邀请哪些来宾呢？我想找黄颖，因为他，我觉得说，因为我在做义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做义工，我就想请问他说，哎，他怎么可以放下身段来做这个义工？赖赏啊！哦，赖赏啊！了不起啊！嗯，坚持到最后哈，真的那么，不慌起安尼吼，真的，了不起啊！重视重了30年都不放弃，真的是了不起。很标准啊，吃喝嫖赌也都不会啊。那怎样讲一杯的，人家问我，安内拢无钱，奇怪，就这样啦。我说，啊，你就去找这一张桌子啊，叫你捶一下头啊。桂春后来到底在桌子抽屉里发现什么东西呢？别走开，下段更精彩。只要我们在村子里，不管多远，他们都会飞回来。照顾学长一卷，理所当然。愿不愿意，我没资格回答。这不是婚礼，是交接，我没有兴趣吗？你可不可以就地解散，离我远一点？你不理我，我每天就在你校门口等你，白天等，晚上等，等到天长地久。我觉得演戏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在我的戏剧人生当中，可以完成一些不可能的角色。我觉得公共电视能够让我演出更多不同的好戏，让我挑战更多不同的角色。一个好的演员需要一个好的剧本、好的团队，更需要一个愿意 support 的电视台。公视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创作这条路上，我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跟满足。所以当一个演员，我觉得公共电视给了我更美好的未来。公共电视的戏剧啊，可以让人透过不同的故事体验人生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喜怒哀乐。希望你能跟我一样，能够感受到久违的那些心灵悸动，还有心灵满足。让我们一起跟公视培育戏剧的专业人才，让专业人才在台湾有一个舞台，有一个空间可以挥洒。请你赶快拨打专线02-2633-9922。感谢捐款的观众朋友，公视基金会依据个资法搜集您的个资资讯，仅限于募款及会员服务使用，公视将妥善保存。您可来电行使您的权利，包括查询、更正或删除。感谢您。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从台大农化所毕业后返乡继承家中茶园的浩言。接手茶园后，浩言延续了爸爸无农药栽植的理念，使用了自然农法。有没有？这底下都是虫，土壤要松就靠它们了。那你土壤松的话，养分循环的那个速率才会正常，才有办法供给所谓茶树营养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共生系统，自然界它每一个部分它都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茶园曾经荒废数年，原本的有机认证已经失效，因此浩言正用心准备，希望能重新申请到有机认证。浩言返回竹山定居后，最开心的就是妈妈桂春了。我妈就是现代生活白痴啊，她可以把家里打理得好好的，然后把爸爸照顾得很好，偏偏没有现代生活的能力，她不会领钱。只要有键盘的东西就不行，这也变相的变成我决定我要回来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真的怕我妈没钱可以用，不是没有钱，是钱领不出来，不会领钱，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妈其实，在爸爸生病以后，很明显感受到她其实内心里面还是个
需要依靠的女孩。哥哥回来以后，她真的感受到有男人的依靠很棒。哥哥回来以后，家里有个一家之主，什么事情我妈都会跟我哥讨论。那我觉得哥哥在这个角色上，就好像，代替了爸爸保护这个家一样。桂春因为长期不眠不休的照顾丈夫，身形十分消瘦。我标准的是42、43，最少的时候少到39啊。啊，所以妈妈其实蛮辛苦的。她这样病下去，我没有一天离开过她了。她那黏得很住啊，没有办法、啊，没有看到人就一直叫，一直叫。她都怎么叫你啊？她以前都、叫妈妈。她以前刚回来的时候叫妈妈，我们厝边叫她，今天她怎么叫你妈妈？就这样子一直叫。啊，现在都叫我什么？你现在叫我什么？同修。哦。你同修啦。又同修过来啦，你名。够啥？够叫啥？忘记了，忘记了，你不是叫师姐？师姐对了。啊，妈妈不是你叫的，妈妈是我叫的。为了让爸爸早日好起来，全家人还学了各种疗法来帮助爸爸活络筋骨。因为他不吃药，不针灸，然后中药也不要哦。那但是看他身体这样子越来越差，你就要想办法帮他找一些另类疗法。对啊，反正就死马当活马医。对，头你自己会的，自己按摩，大力点。没有，365天哦，弄到营按表操课，每天电你，对不对？天天这样做了。哦，给你修理哦。哦，安尼这太太早就要给你调，这才好。唔太好。妹妹也用她特别为爸爸而学的颅剑骨疗法来帮助爸爸舒缓疼痛。帮我轻松，好不好？阿爸用这個好不好？今后啊，来去甲哥道考察。好啊。这件事情才跟我爸可以开始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爸很久就都没有摸到爸爸的身体啊，爸爸的头啊，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说。哦，原来爸爸妈妈真的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老了，而且其实爸爸妈妈是很开心我们就是跟他这么靠近。恒成中风后，桂春竟然找不到钱可用，家里的经济一度相当吃紧，持续探问下才发现了恒成保守已久的秘密。他很标准的、吃喝嫖赌也都不会啊，我觉得说哦，这样钱都交给他是最 OK 的啊。那怎样讲一杯的比较猛。你都没钱，奇怪啊！我末端叫茶做一做都给你卖啊，为什么会没有钱？就这样，然后我就，啊，你就去找这一张桌子啊，我就一直找，一直找，找从这里一直找，找到最下面那个桌子，才找到这一份感谢状啊，收据啊，所有的供养的收据啊。一大叠的捐款收据让桂春和浩言兄妹看呆了，原来。恒成把辛苦赚来的钱大笔的用全家人的名义捐了出去。哦，这个都是整家的，然后都连在一起。哦，啊，这个捐给婆婆的，捐给阿妈的。我不知道阿爸捐这么多呢。刚看到的时候觉得哇，你怎么把钱都捐掉？这样子，才说没有钱。后来呢，慢慢的，他这样做了，对。即使我在这些钱我都留在了身边，我还是过这样的生活，我也不会说过得比较好，因为我们用吃，我们都很节省。现在浩言的茶园工作已渐渐上轨道，除了心疼浩言因为找不到人手帮忙而太累，桂春心里还有一件最担心的事。现在最担心的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我们两个最担心的哈。啊，都没有消息，因为他现在所碰到的都是40几岁的阿姨姐姐。原来浩言在竹山的生活过于单纯，除了工作和陪父母之外，就是参加附近的修行读书会，接触的都是大哥大姐、伯父伯母级的朋友，难怪妈妈会那么担心他找不到对象。我们左右邻居的人都说：“哎，你浩言左边哎，身边很多粉丝，对，很多粉丝，但是都是妈妈级的，没有嫩的粉丝。”哦，嗯。对于妈妈希望他尽早娶媳妇儿一起打拼的事，浩言有自己的看法。我跟他讲说：“那我做喜弟，
你敢要给你查某囝食苦？然后我妈就点点嘛，我就说对啊，你嘛不爱恁查某囝食苦，啊你都要别人的查某囝食苦，安尼敢对？浩言目前虽是以延续父亲的志业为主，但他心中还有更多的理想等着要实践。慢慢的把这个区域做出一个可以让大家依循的一个示范区，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就是怎么样子做改变，一步一步的调整，最好就是农药的一个使用量就是慢慢减，慢慢减，减到最后甚至可以不要用农药，弄成一个漂亮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活圈，这样共同的一个产销体。浩言也开始和附近的农友一起种树保育，延续爸爸做大地的医生的理想与使命。看砍一棵树，30秒就结束了。你要种一棵树哦，要种这么大，种这么大都要10年、20年。树其实好处非常多，它改善空气，改善土壤，保护土壤。保护土壤的同时，水就保护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辈该做的事情，就是把过去我们破坏的很严重的土地，再逐步的把它恢复回来。那我觉得种树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今天是来宾上门的日子，一大早静彤就陪着桂春一起上菜市场买菜。我今天要做3色菜。还有5色菜，都是很健康的。这几斤多少？80。我会尽量去挑那个本土的，因为我不喜欢买进口的东西，扶持本土农业嘛。买着买着，竟然经过了桂春的娘家。这是我妈妈的娘家，这是表哥。对，然后我妈以前是中药堂的柜姐。我都在做泡制啊，制成啊。卖药啊，抓药啊，这样啊。没多久，桂春手上就提满大包小包了。不过他还是继续买着饭后甜点和水果。这是我们在地名产红石蛙，那是栗子，这是饭后甜点。妈妈很好客，妈妈想要让大明星吃到所有竹山该有的名产。妈妈因为曾经担任修行团体的营队义工，有为2000-3000人准备伙食的经验，所以准备这一餐对她来说根本是小意思。像小小妹，但是哦，我煮的是很传统的。妈妈到底准备了哪些好菜呢？主食就是米粉，而且是全米的哦。再来就是有那个不是那个芋头糕，是芋头梗糕。啊，再来还有素食包子。竹山的这个特色就是竹笋。加上刚买的点心，妈妈准备了足足16-7道菜呢。那么妈妈期待的神秘嘉宾会是谁呢？有缘的人他就来。我比较相应的是黄以玲啊。哎，好久不见浩言的身影，原来他去拿早就预定的神秘美食了。很有弹性，就是纯手工去揉制的，非常非常 Q。那我们还有再加一点，就是我们的绿茶粉，这是客制化的隐藏版。浩言会期待哪位嘉宾上门呢？我觉得是宅本桥，我希望他穿短裤进来。上次他不是台北市政府说要推那个节能嘛，然后所以要穿短裤办公，然后他自己就穿着短裤去市议会是吧？你当君宁来，我会害羞啊，我可能会不知道讲什么。延长寿哦，延长寿太梦幻了。对，如果他来的话，我可能做梦都会笑吧。可爱的静彤心里的最佳来宾人选又会是谁呢？王大陆。如果是王大陆来，你们都不用出现了，我一个人坐旁边。就叫他把上衣脱掉再进来啊。太好了。服务全国女性观众。对。阿爸，我欢喜不？哦。你想看到谁？啊，麦上好不好？好啊，好啊。妈妈的身手果然很快，3-2下就把所有的菜准备好了，满满的一桌佳肴，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那么究竟谁会是今天的嘉宾？是企业名人延长寿，网络科技名人宅本桥，艺人张钧甯，王大陆，台语歌后黄以玲，
还是种树保育大地的赖桑呢？拍照，然后这个做记录，然后帮你按赞，这个全部都有人要做，但是真的拿出头没有人要做。关于妈妈担心的茶园人手不足问题，今天的来宾会提出什么样的另类解决之道呢？别走开，下段更精彩。在欧洲上岸，展开漫长的北行之旅。从希腊到奥地利，记者跟他们一起跋涉1300英里。他们要逃离战火与贫穷。Where do you want to go? London. London. 一切只为寻求更好的生活。It's the hell. That's why I'm running away. Hoping that I will have a better life.我们会目睹心碎以及惊人的耐力。欧洲呈现分裂状态，有些国家提供庇护，有些国家大门深锁。 As Europe's politicians bicker, there seems to be no solution in sight. 11月27号周五晚间10点，条条长路，欧洲边界危机。9点，灿烂时光。今天谁来晚餐的东道主是由台大硕士返乡继续茶园家业的张浩言和他的家人。浩言、静鹏和爸爸妈妈一起在门口开心的等待嘉宾。我们来最后的赌注，猜猜是谁？翟本桥。Nice。来了就带他去那边报数，报一报那边很多数。是来了，哇！很紧张了。是王大陆吗？他搞不好就是下来就没穿衣服，怎么办？那上次进去抱一抱。哎呦！哎呦！是谁？是谁？特别穿那一件是一个特地开会的衣服。你好厉害！答案揭晓，今天的来宾是网络科技名人翟本桥先生，他是台湾首位跳级生，曾设计出第一个国产交通号志系统，在太阳花事件中推出台湾搜证云，代表著作为《创新是一种态度》。其实就我自己感觉，我觉得很惭愧的是，我跟家人吃饭的次数其实没有很多。因为以前小时候在叛逆期嘛，从国中、高中甚至一直到大学，常常都是一面在外面打工，太太总是会提醒我说，哎，应该多花一些时间跟家人相处。我自己很惭愧，就是过去其实没有很注意到这一段。会提醒翟本桥多跟家人吃饭的翟太太，今天也一同出席了。桂春精心准备了满桌的素食餐点，请来宾享用。因为我们好都是素食，啊，我爸说你们不习惯，所以我有那个炒米粉，还有韩吉。我们乡下人最喜欢吃的就是韩吉粉，还有这个包子。其实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吃素。谢谢谢谢，今天做的这么丰盛，好像过年了。对，过年的概念。过年还丰盛，真的真的真的。对，以前因为在网络上看到宅神就是很犀利。
抛球，敢于讲真话。我觉得当初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想要邀请你来，那没想到真的来了，连夫人都一起来了。这样翟夫人好像怪怪的。他叫韩真，你也不要叫我翟神啊，就叫我 Ben， 或者你觉得我比你大几岁，叫我翟大哥就好了。因为神的意思就已经不在人间了嘛。浩言全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各吃各的，直到爸爸中风后才开始珍惜团圆吃饭的时光。浩言相当好奇，现在是一家科技公司执行长的翟本桥，如何在工作与家庭间取得平衡？呀，其实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在外面工作，然后跟家人吃饭的机会就很少。我太太也提醒我，就是有机会要多陪妈妈，多陪家人吃饭。反正很惭愧，就是有的时候工作一忙了，还是回家时间会比较晚。但是小孩看到爸爸回来都是很高兴，都是很兴奋这样子，就是还是要好好把握，因为这个时间过去就没有了。对。翟本桥的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照顾起来并不轻松。翟本桥后来规定自己一定要为孩子保留亲子时间，让太太可以休息放松。那很多人会有借口，就是说做生意什么真的很忙啊，什么要陪客户啊。我说这个解决方法很简单，你的家人就是你最大的客户。因为你想嘛，你等你老的时候，你哪一个客户会来照顾你？只有家人嘛，那所以这个才是你最大的投资啊，所以你就把它当你最大的客户，那别的客户来都要排后面。有没有突然觉得好像把妈妈排最大的客户？赶快宣告，超棒的！得知恒诚投入茶叶栽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经济困窘，甚至负债。翟本桥也分享了他自己类似的心路历程。我父亲以前是建中数学老师，小学、国中、高中那段时间，我父亲也是合伙做生意，然后名字拿去给人家开支票。开了很多出去，然后结果到时候都要我们自己赔。在民国69、70年那个时候，家里负债1000多万，对，那时候是很恐慌，因为像国中、高中的时候都有债主到家里来逼债这样子，那真的是生活过得很恐惧。那后来大一升大二的暑假有一个机缘，那到了一个公司去做交通号志系统，中间的话又另外接了一些别的案子。就是说在业界开始名声传开了，就机会就会自动跑来找你。像我大四那一年做了核三厂的安全系统。好强。在全家的努力下，债务差不多还完了。翟本桥后来为了出国念书，仍拼命接案赚钱。退伍到出国中间有3个月，然后那3个月我就把它塞得满满的，然后一天做到16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最后终于存够了出国的钱。其实大学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兼顾课业，我都开玩笑说，人家是念书然后 part time 去工作，我是工作 part time 来念书。翟本桥留学美国后，曾在美国的大企业工作，最后仍决定回来台湾。慧春对于浩言回来接手茶园一直耿耿于怀，翟本桥会有什么看法呢？我第一个我怕他过不惯这个山上生活，一个人这样子，再来就怕他人家这样跟他讲起来五四三，他会受不了。就像他现在回来这样，你个呆呆啊，拢等下做这呆呆的工作。就像我那个时候，人家说我离开 Google 回来，我心里笑哎，那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放弃？可是我知道我在那边继续做，我可以做到这么多，我的待遇会很好，然后生活很安逸，但是。过了30年之后，我会后悔说：“哎，其实我当初有机会去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张伯伯讲的，就是你能够留给后代什么？那这种安逸的人，什么都不能留给后代，就留一栋房子给后代好了。可是呢，常常挑战自己的人，你留了一身本领给你的后代，然后留了良好的基础给你的后代。意思是讲莫老厝啦，按老产地，你这样要留一片有机的田地。听翟本桥说的很有道理，静彤赶紧再帮妈妈追加2个大问题。我妈这辈子最烦恼的就是你们两个终身大事。对，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农业发展找不到人工。拍照，然后这个做记录，然后帮你按赞，这个全部都有人要做，但是真的拿锄头没有人要做。农业实际动手怎么做，这个我没有经验，但是在管理上面，也许我。
提供一个经验给你参考。像微软今天这个工程非常浩大，但是它有一套制度能够把它切成很多很多小块，然后每一小块都不需要很厉害的人，他把自己这一小块做好了之后，他微软的这套系统他有办法把这些小块拼拼凑凑组合起来，测试完了就变成他的视窗作业系统。今天大家都很喜欢玩游戏，农业有没有办法也把它变成这样子？就是说我今天茶从开始翻土，然后怎样怎样到收成，这有没有办法就把它分成很多小块，每一小块都不需要很强的专业，他就只要做这一小块，然后他就可以取得一个成就，然后他累积了多少成就，他就破关，他获得魔王地位什么的，这样对他来讲，哎，他贴在脸书上，他觉得很光荣。那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家来协助经营，可能比较容易成功。这倒是可以试啊，因为我自己常常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新的做法、新的想法，然后就不受拘束。那像这些事情的话，我最近有写一本书，叫做《创新是一种态度》，然后我想送一本给你做参考。那这边有签名，好梦幻。哎，等一下。好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拨云见日。我先回答一个刚才妈妈问的问题还没回答的，就是怎么帮她找到伴侣。太重要了，重要的。这集只有这里是重点。像我刚刚讲，你怎么吸引人家来到这个地方，就让很多人都有机会来。这些来来去去这么多的人里面，他们看得到你的优点的话，那自然就会变成朋友，建立联系。然后当然你说一开始就说要娶人家，那就没望了。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最好的终身伴侣都是从好朋友开始。你先变成一个好的朋友，然后能够谈很多事情，等到人家跟你心灵上有感触有交流的时候，慢慢就会建立起更深厚的关系。小时候曾因家贫而自卑，自卑而导致自大的浩言，很喜欢看翟本桥的脸书 po 文及文章。对于翟本桥身处于 CEO 及成功者地位，却常自我反省，感到相当好奇与敬佩。我想要问的是说，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动力，会促使你常常做自省的这个动作？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常常很白目，被人家教训之后，就觉得自己其实没那么了不起。我有一次在中学自由班演讲了，然后有一个学生，他就是很懊恼那种，他一个团队要做一些事情，可是别人好像都在拖累他，他就问我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别人都跟得上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其实不是别人跟不上你，是你走的速度不对。今天你的目的是整个团队要一起做好一件事嘛，你不能一个人往前冲。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是聪明的人可以从笨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事情，是笨人没有办法从聪明人身上学到事情。然后他听了之后就说，啊，对，谢谢学长，今天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事情。享用完丰盛的美食，浩言亲手泡茶请翟本桥夫妇品尝。翟阿哥，你喜欢喝茶吗？早上上班之前通常会喝咖啡，但是到了下午工作一阵子需要静下来休息清静一下想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泡茶来喝。但是我自己对茶不懂，所以就是普通的拿到什么就喝什么。好，那塞最贵的给你。、那我待会可以去看一下你们茶园吗？可以啊。说走就走，浩言和静彤开心地带着宅神夫妇去逛茶园，在一夜起来，然后直接就塞到嘴巴里面，对，就像吃口香糖一样，因为茶的味道就出来了，完全都不需要担心说吃进任何的那一种农药啊什么的。对于想善用网络行销来推广茶叶的浩言，宅本桥提出了宝贵的建议。那这一类的东西，都市人不太有机会去亲手去摸到，所以如果你能提供一个机会在网络上宣传，就是说你可以亲手摸到这些东西，然后你可以学到说怎么样辨识这些好茶，怎么样是有机的，这些方面的介绍就会引起大家很多兴趣，然后再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来这边亲手试试看，说种茶是怎么种的，采茶是怎么采的，做茶是怎么。静彤也把握最后的机会提出他心中的问题。如果未来这地方想要结合像说身心灵产业啊，然后民宿啊，就是比较让人家来到这边疗愈的，你有什么比较
对，其实像一般人会做什么芳疗啦、瑜伽啦，什么在一个密室里面做。今天如果你来这边，就是说不一定要户外啦，也许你有个小温室，那它不会风吹雨淋嘛，对不对？然后在那里，你说全世界有几个地方能让你做芳疗、做瑜伽，放眼出去全部都是山林绿野，这个就是一个独特的地方。你可以说他们来这边度假，学怎么做茶，然后还可以来做瑜伽、做芳疗，一个礼拜的疗程，然后每天早上来除草，下午去芳疗，这种也可以结合啊。这一场温馨、快乐又知性的餐叙，就在相约下次再会中结束。那这种有机茶园，你还会想再来吗？当然会啊，当然会啊。带小孩来？对啊，对啊。那小孩来就把你的茶都拔光了。坚持下去，那这个理想。你目前遇到的挫折其实都是很容易可以解决的，有很多人其实会很愿意，然后也有能力来协助你继续完成这个梦，因为我们做出来这个有机的这个农业生态圈是养活大家的，不是应该说有少数几个人在那边孤军奋战而已。我本来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逗趣有效去的，那实际上也是，但他实际比我想的还要更，对于事情的观察度还要更深，对，对，那所以我觉得说今天这一顿饭，然后让我看到了就是，他这样子一路走来的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视野，那以后就慢慢的知道说，哎，我可以在哪个方面再多做努力。他很和蔼可亲，对，然后。没有像想象中的这么有距离感，对，但适时的有一些小幽默，但是本身还是一本正经，有一点严肃，呵呵，所以我哥跟他比较合，对他们两个超就是超有话聊啊。对我儿子哈、哦、回来做这件事情，我本来耿耿于怀，那听过翟先生这样讲哈、哦，我会更宽容，而且呢心里都很舒畅，我好像。得到卸脱那种感觉，很高兴，很高兴。老爸有没有高兴？高兴。有缘就会来相遇啊。好礼物啊，谢谢。然后这是我们农场产的乌龙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茶包，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件这个。有机勇气的 T 恤，有机，我打开，它是有机棉哦。太感谢了，这要刮在利器，挂在身上，你把它挂在腰带上面。哦，对，这个就要火烧屁股。谢谢。假装那个大哥是王大陆。出门到垃圾都要化妆的彩妆师艾琳，小时候就对。